现在请一波王家 boom 战队的无名组登台。他们还没跳完，小鸡直接转头过来这样子，我说 hold 住，他直接这样，他想说什么，我说 hold 住 hold 住。其实我是已经很有信心了，就他们的作品有点太深奥了，我们自己的作品呢就不用讲了，简单易懂。它主要形容的就是四个人去盗墓，就是手这样，有点盗墓的感觉，行不行？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回去，三次不算，还两次。其实我是打着全能的旗号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但可能没有机会去表现。小黑屋的时候，碧波队长跟我说，给我机会去做碧波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我本身带着这个初衷来的。然后你这么跟我说的，我当时是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我看得出你是叫体现碧波不同的一面啊，对不对？我一开始进场就是我吹口哨，你们进来，进来以后不是停吗？停在那里，那个不要不动。靠，嘘，这个感觉虚的知道吗？对，就虚的，对对对，这里，对对对对对，嘘，这样子，看我，这很简单啊，来，有没有问题？来，准备，五六七走。我来这街其实也是想展示我个人的一个就是编排能力，我可以有很多 fresh idea 的，我可以有很多新的想法。到时候是 free 了，我不一定到这样，我可能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各位啊，这样好一点，因为我平常还这样，可以这样好一点，动作就要大，就要大，再来。基本上在这一块，我是非常想把作品做得很好的，我也希望我排出这种无懈可击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一个大型的有道具的一个主题的舞蹈感觉，然后我们这边呢就很具象，所有东西你都是用眼睛马上能看到，就你看得到灯，看得到地图，我觉得就是很直观的一个东西。因为之前我们可能都是以纯跳为主，然后这次可能有跟道具的配合，有演戏，然后有做舞蹈，就是都有。对于这个舞台，我觉得可能要只给明白一点会比较好，对吧？你看我们的道具一上来，你可以看到一个那个大这么大的一个石棺抬进来立在那里， OK， 惊喜就在这个地方。这么大一个道具哦，哦。这个阵仗不一样啊！哎，这怎么玩？你给我看。王一博队长，接下来呢会发生一场非常惊险与刺激的探险之旅，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
真的很惊喜，真的绝了！这一集我是觉得波波的高光时刻，就他太耀眼了，直接把我的瞌睡都炸醒了。波波他用他的一些 ground move、take me 这些东西去跟组员去做配合，然后最后的结尾也是画龙点睛，把大家都吸进去。我觉得他这个作品应该是所有作品里面最好的一个了。有很多选手说他觉得这是全场最好的作品，就是要就对于这样的评价你怎么看？是哪个选手说的？你跟我说一下哪个选手，我跟他交个朋友。这个谁谈的？他们自己想的主题，无名歌为主。现在，请有投票权利的101位评审做出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喜欢核心武器的作品，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如果支持一波王家 boom 战队的作品，请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3、2、1，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哇，你看这个票，哇，太夸张了吧，差距也太大了吧，全红了。 I think we win. I feel we try to do this too. It's okay. 黄里找红，数在那一红两红三红啊，对，对啊，为啥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比较懵，你知道吗？可能我觉得大家都挺懵的。当时看到毛巾，我们红色的就很少，我觉得这次这个尝试新东西作品是不是太冒险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确实是我预料之外，你知道吗？就是我直接在台上懵了嘛。两组的作品已经表演完毕，我们先听听两位队长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首先一星哥这边的想法很特别，因为火舞台不像我们通常想的，比如说凤凰啊这种比较燃的东西，反而是想到了内心去。然后我觉得整体的编排跟故事情节性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这边呢，我是觉得真的是特别炸，道具的运用，然后整体的编排特别的好。对，张艺兴队长。两个作品的完成度都非常的高，每一个人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所以respect 每一位舞者。也不好 say so much。 在我心中你们永远是最棒的。我很欣赏就是艺兴对他们每一次作品都有一些追求，他们的议题也好，或者是利益，他们的意境，这种东西往往都是最难完成，最有难度的，但是他们一直坚持着，我觉得这个特别欣赏。我觉得他们技术跟
跟利益都完成得很好。嘉儿，这两个作品已经不是，就是不是我可以发任何言的一个 level 了，我觉得。怎么说呢？成语，五体投地。现在来到我们一波王炸，布布先说吗？Don't say so much. 谁想到要把布布弄成木乃伊的？他说我想做，他非常争气的想做。好，怎么会想到表达一个这个作品吗？其实我们这个主题看上去好像跟火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实盗墓就是能够显示一个人内心的那种贪欲之火，就是盗墓的人通过这些去获得金银珠宝财富，然后呢我们这个故事也就是告诉你不要这样想，想了就会被他吃掉。对对，我也不知道咋说，你也知道有看过海选都知道我叫火爆，这火舞台为我而造。其实我们一开始准备了好几个主题，有一个是火焰山，我演唐僧、孙悟空、红孩儿、铁扇公主、牛魔王。这牛魔王像不像？像吧，那个鼻子喷烟也是要为了刚开始表达那个牛魔王生气的时候才发明的。哇，贤弟，你太过分了。然后后来又一研究了这个盗墓的主题，我觉得也都挺贴切火的。没了，你这个结束的真的是特别突然，就换人了。Don't say so much。来，公孙无名。这次很感动，因为这一个作品是我这么长久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发自内心的很开心的在大家一起在排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以往都是会有一些他们会不放心我们，因为我是个 B boy， 然后他们是 dancer， 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芥蒂。那以往他们就会觉得我来排的话会不会偏 B boy 多一点，但是现在你们看到不会，而且非常棒。这是我们一路过来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成长不光在舞技上，就在一些友谊上、灵魂上，所以这里我们做到了。然后这个友谊上升到了国际，你们也看到 Bobo。 OK， 我们都说舞蹈是无国界的，这就是无国界。 OK， 现在来到我们核心舞戏。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写的故事就是我们排练中真实的事情，就是宰哥就是那个没有感情的机器，然后这个故事中很多情节就是他不善于表达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暴躁或者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但其实他会有很多细节在关心着我们。我们讲的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好，两组已经表演完毕，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这一回合票数为86票对15票。哦 ，Oh my god， 他们那个差好远啊！恭喜一波王炸 Boom 战队。一心对我还是觉得他很有想法，很有勇气，他们都坚持要把作品不只是把它动作编排一个画面，他可能更要追求到他的意境，然后所以他们
就会可能会陷入一个很困难的，如果他没办法用作品表达，可能就是很吃亏。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直坚持着，他们都一直坚持着这个做法是很有勇气的。这是一次实验，这是一次创新，需要点时间，没关系。但依旧我觉得他们喜欢，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话，我依然支持他们。加油啊，你加油啊，加油啊，你加油啊。输了还输了那么惨，我觉得这种有故事性的编舞和编排并没有让观众能够看懂有共鸣，就怀疑自己这个选择是对的吗？选择这首歌是对的吗？编这个作品这个主题是对的吗？其实我觉得目前在舞蹈圈里面，人性的这个话题你是最难去编排，因为每个人他都会对人性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他们的主题特别棒，但是因为在人性上面可能太过于深入，导致大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内去 get 到你的那个点，所以很可惜，真的很可惜。